眼神坚定，动作到位。新受政志工张明宗在妻子王秀丽的影响下，正式成为慈济人。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哦，回来都每一处都面带着微笑。而且要跟我分享培训过程，亲自参与慈济活动，张明宗终于明白为什么妻子总是做得那么欢喜。而受证这一天，最高兴的人就是他的妻子。他一直以来都很扶持我做慈济，今天看到这样，真的超感动的。云嘉区第一场岁末祝福在云林联络处举行，回顾过去一年慈济路的点点滴滴。无分国家，也无分宗教，拢从同款迄份敬重爱，同款迄份感恩祝福，真呢就是安尼，真单纯也真圆满。食品科技大厂实业家邱春英跟儿子洪祥家参与岁末祝福感恩会，收获满满。不是把自己标榜的话很深奥，而是把话去带入人情，然后去帮助人情，去感动人情。像我们真的比较少参与，我们现在才知道慈济其实到底做了多少事情。送旧迎新，人人共同祈愿未来的一年平安吉祥，凝聚善与爱的力量，为人群造福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刘伯明云林报道。在这场。